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超群格斗术，这个是女巨人雅尼的关卡，我们来打二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关卡的话有限制哦，就是你要四个属性才能进关。那我们这边带大家用合作的一趴大奖超级水手月亮来通关。那四个属性我就是带了四个属性的水手哦。好，那龙科的部分呢，月亮我帮我带到自己的武装就好。金星的话可以带一个进场减一 CD 的。好，总之这边是我的配置，如果你有疑惑没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。剩下我们边打边讲解哦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我们开金星，然后抓着角色猪手削道，哦，这样就有一个加二 C 的选项了，就可以符合对面的七 C 哈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，来接着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要手削全部的暗猪，我们就直接去把全部的暗削到就好，然后电击猪我们把它涂过去就会解掉了。哦，你如果有卡猪，可以稍微等它一回合，或者是像我一样用角色猪来补都可以哈。总之我们去把全部的暗削到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这边把月亮的一技打开。好，然后变身。好，变身二技也把它补下去哦。好啊，这边就直接送给他。这边还有步数限制啊，所以最好把固定版面叫出来哦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的话我们把金星打开。好，然后一样送给他。OK。好，来接着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的话，一样可以继续抓着金星角色猪下来，然后手削到，就直接有一个加二 C 的选项了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我们把另一只月亮一技打开，然后变身。好，变身二技也可以补下去哦。好，然后直接送给他。对，月亮二技有自身无视反手消吼，所以这边不用怕消到火。OK， 好，来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要先开土星来挡死哦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补一个金星。好啊，直接送给他。这边有50%盾哦，啊没关系，就是等两回合过。OK， 好，来第二回合这边一样，我们补一个金星下去，然后把它切成八 C。好，来这边就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这一边二血的话，我们把那个一步一伤伤害减到一的水星开下去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可以补一个二 G 下去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抓着角色猪停在格子里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以上这边是超级水手月亮过这个女巨人挑战任务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